折叠足浴盆使用方法：提起手提盖，然后向盆中间压下去，展开之后要固定下两边的卡扣的支撑脚，接着倒入水，插上电源，即可享受足浴。泡好之后，先关闭开关，然后切断电源，倒掉水，反着足浴盆一节节压下去，再把按下卡扣，把支撑脚架收拢，即可方便收藏起来了。